小哥，你今天做的这个鱼是真好吃，就是离我有点远。必须的。你这是没想让我们吃啊？你这是。你下次整肘子能不能不给他套丝袜？刀好几口都没刀起来。那我想给你夹肉，我也没刀起来呀，我也没吃着。你这是想让我们看的呀？啊，是。这肘子是友情出演吗？老演员了，老演员。这丝袜挺紧的，肉都勒出来了。这丝袜有点瘦。啊，跟你们录个段子，我得提前好几个小时做菜，不能老事啊。你的意思就是下次别抠了，下次还得用呢。这个友情出演，对，下次还得用呢，别抠呢。这个鱼不用说，该咋咋的，好吃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做的鱼一绝，好吃，有味儿，汤太鲜了，只要汤是你做的啊。